应该是不一样。啊，怎么回事？他说什么话吧？你为什么要在这里游荡？没有，因为外面比较凉。嗯，你帮我拍。啊？你番茄酱另外包。哦。啊，哪一个是你啃过？这个啃过。啊，妈妈去拿的。管他的，随便啃。好惊啊！你脚前像刚刚我们。这边是我啃过的吗？感应就好了，这样很方便。哇，我把它戳破了。是你的手机是不是按到什么东西？你觉得没有挂掉？热狗炸的那个，就外面有炸烟。不知道为什么这只竹签快断掉了。那个看起来超弯的。没有酱，番茄酱。还有一个是谁的？爹地的。嗯。